神仙，各位哥哥，各位姐姐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现在我的心情很紧张，可是我只想说一句话，那就是感谢。真的，我好想感谢大家，给我有这个机会来参加这个青少年娱乐营的活动。虽然这三天一溜眼就过去了，很快，但是我在这里却学到了很多东西。譬如在这里，我更懂得什么叫做感谢。在这里，到处都听得到谢谢。在吃饭的时候，同学们更是很有爱，互相夹菜给对方，表现出同学们真正的感情流露。我真的好感谢各位，从年出生开始就求道，到今天16岁了，我从来不晓得怎么样修道。在这三天当中，各位讲师们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，原来修道要从自己本身脾气开始修起。我的脾气一向很不好，然后最重要的要从孝顺父母开始，因为如果你能够孝顺父母，你就可以忠于国家，忠于社会，为大家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真的，我好感谢各位，好感谢。